觉得很复古，对不对？觉得很复古，而且化妆师对着我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秀凤姐，她说你好像奥黛丽·赫本，而且她一直这样看我，她说你好像奥黛丽·赫本，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嘴唇很像奥黛丽·赫本？然后就谢谢谢谢，没有，我还是要谦虚一下，说谢谢谢谢。但她那天结婚拍结婚那一天真的很漂亮，非常漂亮，对，很辛苦，大热天嘞。那真的好辛苦，要戴头套，要上那么厚的妆，然后要穿那些这样。